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两个非常有意思的 LoRa。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用这两个 LoRa 来生成的视频。那这两个 LoRa 呢，一个是自拍，准确的说是跟年轻的自己进行自拍；而第二个呢是 kiss 啊，也就是接吻的一个 LoRa。那这两个 LoRa 和传统的 LoRa 有什么不同呢？那这两个 LoRa 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互动型的 LoRa。那也就是说，它控制的元素的话呢，是有一些互动的元素在里边的。那不管是和年轻的自己进行自拍啊，还是和这个自己的爱人进行接吻，那这样的动作呢，其实呢都是有一个互动的元素在里边的。当然，这个会直接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我们发布一个 AI 应用的时候的一个泛化能力啊。我这样说你可能不太清楚。那我把这两个 LoRa 的话呢，也把它做成了一个应用程序，发布到了我们的 Running Hub 上。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 Hub 点 AI 来访问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啊，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那你发布的应用呢，可以在个人中心里边看到。那这就是我现在发布的这两个应用。那这两个应用的话呢，现在我尽量的是这样，就是我不要求大家去对提示词做过多的修改，只上传一个图片，它可以生成对应的这个效果。比方说就 case 这个来讲啊，它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你上传的是一个人物的图片。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画面里边再进入一个人物，对吧？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传的就是两个人物的，那这个时候直接需要有这个互动的动作就可以了。那所以说呢，在提示词上呢，其实它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们想把提示词呢做得有极大的适应性，就是不去改提示词，那么让这个 LoRa 的效果能够出来，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做应用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包括这个自拍啊，这个还好啊。一般呢，我们讲自拍可能都是传一个自个儿的这个照片。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在发布应用的时候，对于这种互动型的 LoRa 它的一个基础的要求，这个跟单纯的这种 LoRa 呢还是不太一样的。下边呢，我们看一下这两个 LoRa，这两个 LoRa 呢来自于 Remade AI。Remade AI 呢，大家应该不陌生了。那我们曾经用过它很多的 1.2.1 的这种 LoRa，包括文生视频的，还有图声视频的。那今天呢，我们主要用的是图声视频的这两个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case，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自拍。下边呢，我们先来看自拍这个。我们点开之后呢，这里边说的都比较详细啊，有示例的这个效果，大家看一下，基本呢都是单个人物的。重点的看一下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有我们的推荐设定，比方你的 LoRa 强度是多少，你的 Guidance Scale 是多少，还有你的 Flow Shift。由于这两个 LoRa 都处于 Remade AI，所以说呢它这个设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唯一注意的就是这个 Shift 值和我们传统的 1.2.1 的这种视频是不太一样的。下边呢你要注意这个提示词，这个提示词呢它有一个固定的单词，这个单词没有任何的意义啊，然后有一个自拍的一个关键词，然后和更年轻的自己来进行一个自拍，那这就是这个触发词它需要满足的一个条件。大家写的时候呢，必定要有这个部分啊。然后它下边呢也有这个对应的提示词模板，你可以鼠标悬停上去，可以看到完整的提示词。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第一个是比较容易实现的。那首先呢，你可以把这个 LoRa 下载下来，放到你的本地的 LoRa 文件夹里边。大家注意啊，我们在 Running Hub 上呢已经发布了这个工作流，但是由于呢我现在把它发布成了应用啊，所以说呢不能在工作台里边看到这个工作流。大家可以点开个人中心，然后应用里边这个编辑，那我们再点工作流的编辑，那么就可以打开这个工作流了。那这个工作流的话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看一下，总体上来讲呢，就是一个混元的 I2V 啊。但是呢，我这儿做了一些基本的设定啊。首先呢，你要注意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 shifting 呢，给它设置成了5.0。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提示词这儿呢，稍微做了一些加强。那首先看一下主模型的部分，主模型呢，我串联了很多的节点。首先是1.2.1 的 408P 的 I2V，就是图声视频的节点，然后增加了这个自拍的 LoRa。它的权重呢，我们设成了1.0，然后呢，我使用了 Stage Attention，让它能更好的来捕获这个注意力的机制，然后呢，我又使用了 T-Cache 来进行加速，别的呢就没有了。然后是我们的编码器，注意这儿需要有一个视觉编码器，这个视觉编码器呢，主要是图声视频用来识别这个图片的啊。那下边呢是我们的采样器，这个呢跟传统的没有任何的区别，20不采样6.0 UNIP-C，然后 Simple。然后1.0的降噪，重点是这个什么？重点是这个提示词我们是怎么来生成的？这儿呢，我使用了一个 LTXV 的提示词的增强器，帮助我们生成这个提示词。
然后我传一张图片，然后我们大概能得到一个这样的提示词。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呢，我现在呢给它跑一个，我们现在这儿呢用一个 show any 把这个提示词先拿出来，然后跑完之后看一下这个提示词是怎么去做的。然后我们上传一张图片，随便传一张就可以啊，比方我们来一个这个吧，啊，我跑一下。现在呢开始采样，这个出现的比较怪异啊，有三个人是吧，但是这个自拍的效果还是有的，是比较不错的。那我们再跑一个，这个时候呢也是可以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总是出现三个人啊，换一个可能就好一些，这个我们随便再换一个，而让它跑着啊。我们来解释这个中间的这个节点，这个节点的话呢，首先呢我这儿有一个 resize， 因为我现在不知道你这个分辨率是多少，所以说呢我把它的宽度设置成了512，高度的话呢你随意，所以说呢这个如果是一个竖屏的会好一些，宽屏呢就稍差一点。然后呢我这儿用了一个 LTX 的 Prompt Enhancer 可以得到这个提示词，但是你要注意啊，我之前用了 Florence， 但是 Florence 老是会出现什么样的提示词呢，叫 The Photo of 或者叫 The Image of 或者是 The Image Shows 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些词语，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图的反推的提示词是吧，所以说它能出现那样的词呢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毕竟是一个视频，所以说呢我最终还是选了 LTXV 的这个提示词的增强器，它底层也是使用了 Florence 的这个模型，然后它出来的这个提示词呢是比较长的，虽然你在这儿把这个最大的 token 的数量设置成256啊，你看这个也是比较多的啊，但是呢比较有规律啊，一般的第一句话是在说主体，后边呢是在说它的一些长相或者什么，所以说呢我不需要这么长，我就做了一个分割啊，那所以说呢我这就有一个分割，按照英文的句号进行分割，分割完了之后呢我就得到了第一句话，就是我只要知道这个主体的部分就行了，下边呢我就追加了一段提示词啊 then 啊，就是然后，就是你现在看到的那个提示词，然后我又描述了一下更年轻的他这个自己长得什么样啊，比方他在微笑啊，包括再一次重申了他们在自拍，所以说呢我这样去写可能会导致容易出现三个人吗，这个应该不会，我觉得还是那个图片的问题，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这儿其实做了一个提示词的不断的强化，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 Laura 的效果，那用户呢不用去改提示词，只要改这个图片就可以了啊，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非常棒啊，对吧，哎，非常的漂亮。那这个呢还比较容易处理啊，因为我们在习惯上不会传一个两个人的合照，因为我们这儿是和自己的嘛，所以说呢我们一般传的就是一个单人的。那我们再来看这个，那这个是一个 case 的 Laura， 那同样呢我们看是这个 Laura 的内容，这个内容呢同样来自于 Remit AI， 我们点开它之后呢你会发现它给的这个推荐的设置里边除了 keyword 不太一样，别的都一样，这个我就不细说了啊，我们重点看这个提示词模板，这个提示词你注意啊，它既有一个人的有两个人的，对吧，所以说呢你处理起来就不太容易处理，你如果让用户去改提示词，那你做成应用的这种必要性就没有了，那你就不如做一工作流大家去跑，之所以做成应用或者小程序就是为了让它跑起来更加的方便，那所以说这个应该怎么去做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工作流，同样进到 Running Hub 上，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个编辑，同样我们编辑工作流，然后呢这个哪哪就都一样啊，重点就是这儿不太一样，大家注意，我同样使用了 LTXV 的这个提示词，然后我这加了一段这个提示词，这个手法跟之前是一样的，那就是我现在呢说明说一个人正在和他的爱人进行接吻，然后强调两个人啊正在接吻，然后男的和女的正在接吻，那我不断的在强调这个关键词或者叫触发词，这样就可以保证不管图片里边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这个效果呢都是有保障的，比方说在示例里边大家看一下俊男美女是吧，大家看一下这个动作呢都是非常棒的啊，人物的一致性保持的也非常好。好，下边呢我们再试一个两个人的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采样就完了对吧，这个场景也非常的漂亮啊。好，下边我们试一个单人的，我们试一下这个啊，跑一遍，那这个呢我们也采样完了，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呢也是非常棒的，所以说呢这个提示词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那我之前呢也做过很多的尝试，比方我写的是 comes a lover，然后后边是 case 的这个提示词，但是出来的效果基本上稳定啊，但是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啊，比方这种他果真来了第三个人，整个就破坏了这个画面的和谐性，这个还不算啥，后边又有这样的一个场景，
这个就更辣眼睛了啊。所以说呢，我想的是 cup flower 这个词呢，如果图片里边有两个人的话，应该会被忽略掉，但事实情况不是这样，它有的时候的确会出来第三个人啊，这个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调试。那最终呢，我测试下来呢，就是这个提示词呢还是比较稳定的。其实这里边用到的一个手法就是提示词的强调。那我回过头来再说一下，就是当我们在一个云端去发布应用的时候，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让用户能改的部分呢要尽量的少。不需要让他去写提示词，他只需要提供一个图片，那你尽量的能覆盖所有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就需要整体的这个工作流的健壮性呢要比较的强，它比发布工作流的难度要更高一些啊，这个大家也可以自己试试。那如果我只把图片作为输入，你能不能保证整个的输出呢是质量比较高的？当然，并不是说它每次都不会出错啊，因为即便是这个我们的模型本身有的时候也需要抽卡，但是呢，它大部分应该是稳定的，对吧？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大家呢，可以回头自己试一下，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